期迎来48岁生日，冯德伦除了为他选在高档酒店庆生，也同时纪念结婚周年，只见夫妻俩穿出中式礼服现身。除了以祈祷香槟卡庆祝冯德伦，还难得重拾歌手身份自弹自唱，更大秀苦练多时的古技。据在场来宾表示，亲友大多以为是去参加舒淇生日趴。到了会场，看到现场布置，才知道这场派对同时也为了庆祝两人结婚周年，舒淇与冯德伦穿出中式喜服，在这场形同不情喜宴的生日派对上幸福亮相。身为导演的冯德伦亲自剪辑两人相识24年爱恋生活 VCR， 每个画面都是爱十分感人。出席的亲友包括钟镇涛、阿碧、萧敬腾、任贤齐、林熙蕾、林心如、杨景华、许茹芸等。而他与老公冯德伦的中式礼服也别出心裁，两人全身不到5000台币搞定，十分简约。这样的爱情羡煞旁人。